紧盯一幕，一刻都不松懈，能看到台前的精彩表演，靠的是这一群大爱台员工。 顶着大热天，这群导播组及副控组的工程师在户外作业仍使命必达。这次比较复杂一点，因为有三面 LED 电视墙，那它有各种不同的呈现方式，所以我们加了很多设备跟器材把它补足。这样，你三个合在一起，不然你就可以一直切啊。一次次的彩排就是要力求完美演出，更时时得接变化球。主要是时间上。 变化的比较赶啊，那难度上我想总是有办法克服的。这里要收光，留这两道光就好。在舞台前，四台摄影机捕捉各角度，还有音控及灯光师让表演画龙点睛。它是第一场嘛，那我们这一场基本上大家都还在重新做一次，然后这一场确定的版本 OK 以后，台中跟台北就会以这个版本继续延续下去。每人各司其职，坚守岗位，让吉祥孝亲祈福会完整呈现在眼前。大爱新闻，王昭忠高雄报道。